为了理解自然，唤醒大家对环保的重视，我们制作岛屿升级守望。经典杂志23年，一本本作品串起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报道获奖无数。走200公尺到了那边，拍了这张照片，我们几乎是要爬着出来的。采访团队深入地底窥探污水处理、地下水的运用，记录水啊专题，带大家看见水资源何去何从。可以重新把我们跟水之间的关系再找回来，我们就可以更关心我们自己的这个。另外，慈济期刊部花了4年时间蹲点现场，集结吴宇良师一幕幕动人篇章，编撰书籍，传递生命宝贵价值。吴宇良师他带给我们的教育，其实不是只有让我们看到死亡，而是爱跟希望。世界爱老，我还是呢，真重视人文，字字珠玑啦，我只记得我们的文字好好的写好。这个摄影啊，刹那也可以留千古。我永远不会离开，我会做一个很快乐的全职的职工。当年慈济文化中心第一位员工李慧娟服务至今35年，即将退休，但依旧坚守净化人心、祥和社会的使命，与人文置业共同为人类留下美善足迹。大新闻谢云山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